就是会有一种，我刚刚才讲为什么会维持那么长的时间，我觉得就是互相给互相一个地方可以自在的待着。那你为什么可以跟一个男的能混成这种关系呢？因为马爷不刚说我有非常爷们儿的一部分吗？仗义的这一面，就是比较男孩化的。对，他性格很容易跟男人融合。对对对，而且还不落猜疑，是吗？有想法会把想法压制到可以克制的程度。是说他们俩之间还是在外人中间？男女之间，外人之间，就是比如我跟他生，对，大部分男人对漂亮女孩都有想法，这是生理现象啊。如果你说我看谁都没想法，就是，那我觉得你这人生理上有缺陷啊。这个，那么有想法归有想法，我们为什么有文明呢？文明是克制自己而已，就是克制到不能达到你所有的人生目的嘛。有想法不是个坏事。就怕没想法，看什么都没有想法，这人就活着挺没劲的。嗯，你有过想法吗？不是真的。我们俩还特别奇怪，真是没有过想法。完了，我能理解。对，就是我妈就特别喜欢他，我妈每次跟他说话都这样。对，可不是吗？对，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就过了那个过那个劲儿了，过了那个劲儿了。一开始那个劲儿就有点像师徒关系，是吧？哦，你开始觉得他是个姐大，是不是？不，表演，表演艺术家，崇拜啊！对，我们就没就可能那个劲儿就已经就擦肩而过。不是，而且我还听一八卦说，他们俩就是叫说过命的交情。说有一次演什么水下的戏，对对对，就是他差点给憋死了，但是周围拍的人不知道，说是你把他给救了。对，对，因为比较。就是比较了解他的戏，所以因为我看他呀，他看我的表情已经是，我看他的表情和他的心理活动，就从我以前看他的电影到看他的戏，并且我还在向他学习嘛，就是他的作品我也学习哈，还在跟他一起拍戏，所以我非常的了解他，就他有一种某种正常状态和非正常状态，哪怕在水里面我也知道。啊，你觉得他当时不行了？嗯，是真的。然后他推我一把，我就啊，不停地往上，不停地往上。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古装戏，还有大头发那种，就下水就很沉嘛。然后他的衣服比我还沉，因为我的衣服是丝绸的，就还好。但我那个头发长啊，我头发快到这个小腿肚子呢，你下去啊，就整个就呱就跑到这儿来了。他那个还是那种。粗麻布的那种，一入水不更沉，然后他就从下面把我推上去了。所以这真是我听他们俩的这个交情啊，我听着就特别羡慕，而且我特别理解，就是说，因为那个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你像当年最早我们跟那个鲁豫和歌辉，陈鲁豫和许歌辉。整天玩在一块儿，就说实在的，在一个房间里都睡过啊，当然什么都没，这就是好朋友啊，不用解释，不用解释，对不对？这现在什么都得解释啊。然后后来他们就到哪种程度，就是好的，也是我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有一次还挺伤害鲁豫的，我记得我妈跟我说你们都处了那么长时间了，是吧？你怎么没跟他们好啊？我说我们就没那个感觉，哎，我妈还不依不饶的说，那要是鲁这不说什么，那要是歌辉不行，鲁豫也行吗？为什么叫鲁豫？但是我就挺，你看啊，就好像有两种，比如说世俗层面上，男女两个像你们这么好，我觉得有任何猜疑都太正常了，对吧？可是呢，这个局中人呢，我后来有一个体会，就是这个语言的无力啊。就是你看，咱们给很多种感情起了个名字，友谊，这叫友谊啊，这叫爱情，是吧？这叫闺蜜，这叫什么？可是我又发现，你真实的跟一个异性的之间的关系啊，那个丰富性超过这些名字。对对对。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就是友谊嘛，你觉得好像跟马爷这个友谊也不太像，你说什么叫邪念？我觉得也不能说有邪念，但就是有一种感情上的依赖。依赖啊，那这个依赖叫什么呢？他也不就是朋友友谊也不足以界定他，爱情更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没法形容？实际上，现在唯一可形容的就是一个中性词，友情嘛。
既不是爱情，也不是友谊。那红颜知己、蓝颜知己，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倒推吧，大家都是感兴趣的是异性的友情，或者是比如说阿猫狗跟你的感情。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主动升起这个情感的这个人是否真的，我们假设一个叫爱字吧，我们很容易把爱情变成是睡觉那个关系，或者是我有一天跟我的儿子聊天，我们在聊到我说他因为16岁17岁了，他说他要处朋友了，我们俩的姑姑也在跟他讲啊，你可以现在处朋友了，谢谢涛哥。我说他说那爸，我给你汇报一下可能我喜欢的样女孩的样子。我说儿子，我们现在讨论一下爱本身是什么吧。我跟他谈了一个我的理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对他有用。我说你一定不能不观察你的心，你观察到你的心的时候，你真正去爱对方的时候，先不要管对方是谁，你先拥有了你真实去爱的主动表达，你真正的感觉你静下心来，你觉得你为了他，你不会去世俗不累但充满着喜悦跟愉悦的时候，你真正拥有了爱本身，紧接才是这个感受之后的下面的反馈，对方是谁，他是否回馈。其实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与你无关，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我还蛮认可的。那回到我跟小迅的关系，我觉得蛮有趣，其实它是一种爱。爱是什么呢？我就希望你好，就是比如说也不用面面俱到去思考小迅你做了什么东西我都爱你，就是小迅反正谁也舍不掉，你也舍不掉，我楼上楼下住着父母关系都这么好，从小来要么是像那种爱，有点像兄弟姊妹的爱，或者有一点是什么，你做啥我都爱你，我也明明知道你做错了我也回来跟你吵，我们俩吵得乱七八糟的，它不影响爱的本身。但是很多人会还是把爱会具象的到一个概念里面，你们俩到底是啥关系，也有些时候是个体单一创造一个关系，就是我们俩到底是独一无二。不是我们中国人把这个爱一定是跟性给勾在一起，对对对，他要勾不在一起他就不说这爱字了，他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这个爱比较博爱，博爱这个词儿就是外来的，咱过去没这事儿，你只能专一的爱，你凭什么博爱，你逮着谁爱谁，这肯定不行。他刚才说他跟他儿子讲那番话，你那太深了，那得这研究生听，那谁儿子怎么能听你跟你讲那么复杂的，这是修行人说的话了啊。对对对，这个太深了。但是他从他这深里，我倒想起这个小迅，你说啊，你对这个陈坤也好，包括黄觉也好，就这些朋友的这个爱和男朋友的爱有什么不同，咱就不说性啊，就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我就觉得最大的不同其实是没有要求。哎呀，对，我刚刚心里就想到这个。对，可以，就是没有、没有，就是说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有要求买自行车就有要求，这不算要求，这不算要求。这个就是其实他是一种撒娇嘛。对对对不对？就是老黄他有些时候他就是会有这种嘛。是。对，那我觉得有些时候对男朋友的爱就是你会比较要求，就是说，比如说。就是打一个很简单的啊，就是比如说你早上说早安，晚上说晚安，有一天不说你就急。你是个在乎这个的人吗？啊，我以前是的。啊，少说声晚安都有点不到位啊。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习惯了啊，就比如说他刚开始每天都是早安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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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没了。突然有一天，哎，怎么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东西嘛，对吧？但是他如果从开始就不是早安晚安早安晚安，那你也就习惯了这个。不，还有一个小细节，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个，我觉得我观察是，你注意力，你当你有了爱人的时候，你的注意力特别集中。对，这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对，我们死党在一起，别管我啊，对，你别管我、就是，你也不要要求我，你的集中注意力，我知道我们是一种在一起的那种氛围里面，但是你也不会要求说坤你必须要这样，或者你那样做的不好什么，我们俩不会嘛。老黄也不会嘛。对，但比如说那我比如说有些犯傻的时候他也会跟我说，那他有些时候我觉得你那个时候我也会跟他说，对，但那个东西不是说你必须要，而是就作为朋友一个，就我看到了，那可能你这样子可能会为以后怎么怎么，那你能稍微收敛一点吗或者是什么，但是你如果不收敛，那这是朋友之间的嘛、对，这种爱嘛，对对，那个就变成要求了。对，你比如说我至少就能理解，就刚才坤说的这个，就是我初恋我就能理解，就是你看很多年之后我听我们班同学
讲起这个女朋友，我才意识到我连我们全班同学都没有同学了解她，就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那么当时爱的那种死去活来实际上是爱的自己的这个爱，不是，就是我爱，我在想着一个人，我爱我给他写的诗，我爱我给他送的花，我爱我给他说的早安和晚安，你明白吗？你那个都是表象。但是你他是不是那个人呢？好像都不重要。是不是说不重要？是你没有认知这个范围，我觉得。那现在你觉得年龄渐长，你的这个认知成熟了？我觉得会比较宽阔，宽，对，对，比较宽阔。这个每个人的年龄啊和对情感的认知就是由窄到宽的一个过程。就你随着年龄增长，你肯定是越来越宽，越来越不狭隘。嗯，你能接受博爱，然后你包括感情的输出。我们说感情的输出不是按照常规说的这种感情输出，就是比如我有一个家庭，我对另外一个人也非常的好，不代表我背叛这个家庭。嗯啊，这个是个非常深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变化。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叫这个，我觉得啊，是人类的三次革命，第三次重大革命。第一次是农业革命，我们摆脱了那种狩猎的局面。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让我们的生活速度加快。这次是信息加智能革命。信息革命以来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接受的信息远比上一代人要多得多得多，然后你所要处理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得多。过去的人，他夫妻之间非常单一，他为什么？他就是生下一睁眼就这事儿。然后就是买菜做饭睡觉，就天天是这个。他感情他不会有更多的偏离，周圈的人就是邻居啊，邻居你多说两句话都会有人指你后背。嗯，今天你社会不一样啊，你演员更不一样，每天这剧组一搭，这一半以上人你都没见过，对不对？你要跟这些人要是这个生活或者这个工作一段时间，那我们生活中天天遇到各种人。那么在这种人这个在这种社会交往中呢，我们每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都会跑偏，没有一个人一生中每一步都是迈对的。我只是说我们生活中每一步都是迈错了，只不过我下一步能够把我迈错这个纠正过来而已。一个人能在这个社会成功是纠错的能力比别人强而已，你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吃一堑长一智。对对，就是我犯一错我下回知道了，我知道纠回来，我不能再犯这错误。人在一个地方犯两回错误是比较笨的。但是马云，你讲这事儿有意思，就是有时候人呢、啊，哎，我看你的书里还写，有时候人老犯同一个错误，我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崩溃、很无奈。就是说，咱吃一堑长一智吧，但为什么我这辈子就老犯同样的一个错误？那是不是还是不够疼？如果真的够疼了，可能下次你就不会说我疼到已经就是我不想再有这种情绪出现。你比如说我永远犯的这个就同样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坑事先我都看到了，我也跟人都说了，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都听了别人的，从或者周围种种压力就告诉我你必须等等等行好，我最后呢都没坚持，最后呢都掉在坑里，我就这个错误一犯再犯。没关系，你现在问题是你掉到坑里后来爬出来没有？你不是爬出来了吗？爬出来就没事了。那爬出来再跳进去，那没事。那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再跳。你那坑就没多深，你那坑就是没多深，所以他说你不疼就这意思。你那坑基本上一步又迈上来了，没事。你觉得他有变化吗？他疼过了，疼了过了很多回之后。我不太关心，其实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就是，我的逻辑有点奇怪的。就我觉得，就像我儿子一样，或者是小迅像我妹一样，你就该干嘛自己面对呗。你摔到坑里了，你要自己面对。你需要我的时候说我在。完了，你疼是家人一样，你不是你那个疼是必须，这是个珍贵，因为我不认为疼是不好的经验，主要是对，因为就好像有些人一辈子没有真的爱过，也没有真的失恋过一样。所以我跟我儿子讲的话题就是我爱你们是因为你必须要经历，应该经历，像我要面对的东西，你担心我有用吗？我还是得经历，并不因为小迅面对了这个东西我会觉得我特别担心，您知道这个意思吗？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疼足够疼了，变得成熟了，或者变得宽阔了，但是这个在外人眼里看起来会不会有些世故了，或者甚至说
有些处理有些问题啊，没有像原来百分百的把这个心捧出来给人。哦，不会不会，开始有遮掩了。不会，我觉得人都是从复杂假装自己真的热爱到真的变成真的热爱，成长是会让我们到最后是真的爱。刚开始我们小时候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注意他穿什么，我觉得审美很好，也是我爱的一个世俗的一个符号。完了他长得好不好看，他有这个，到最后是你爱的，那他跟的是什么，旁人都没有资格聊什么话题。对对对，没办法理解。就是、因为他爱他到刚开始我们世俗小朋友爱的那个东西也是真爱，但是他的附着了很多理性的他的需求。而到最后到老的时候越长大，他爱的东西特别单一。就单一爱到什么时候，单一就是你不需要存在，我只要想到你我就已经很快乐。他也是一种爱我觉得。这就是、他不会，他不会。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之后的看山又是山。他每次到现在，我认为他爱的比以前更辽阔了。辽阔是什么？他不紧抓着了。对，我觉得开始是这样。这个还有一个问题，辽阔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博爱。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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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说刚才说的一个观念很重要，叫疼，是吧？他说你没疼过啊。不是说没疼过，就是你就没那么疼过、嗯、啊，没那么好了伤疤忘了疼。我先告诉你啊。这个疼很有意思，我原来看过一个知识，原来我不懂。这知识说，生理的疼痛，生理的疼痛对任何人都不是好指标，是吧？你突然一我胃疼，一会儿什么这疼那疼，都不是好指标吧？但是生理疼痛是人生最重要的指标。你如果不疼痛，你就离死不远了。是的，你不疼痛，你比如你摸这倒的开水，你摸烫一下啊，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如果你不知道烫，那你等他们都烫烂了，你都不知道。就有人疼痛消失，疼痛消失呢，他的生命呢，就随时可以丢掉。所以我觉得你要引申到社会学角度上讲，疼痛是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我不是有时候胃痉挛嘛，都疼，我疼的时候就说不出话来，我就在那养，我就算修行，我自个儿只能告诉我自己度过这一关。他疼到一定程度，他突然就放松了，就没事了，然后就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他只要一痉挛，你马上就疼得说不出话来。但我脑子不会不想啊，我脑子就想我怎么要过这关。过这关我就想修行的事儿，就我人生必须有这一个疼痛，我就忍着，一会儿过去了。哦，你觉得疼痛对你的好处是什么？我觉得修行啊，修行。我觉得那个是。比如说啊，就从我这个演员的角度，我觉得他真的把我帮我去看到一些人物的成长和人物面对一些事情的就真的反应。就我们上次说过，就关于这个当下的那个调动情绪、强刺激的那个反应的那个不同性。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就是说。我是已经疼到，因为那个感受我不想再要了，就是那个感受我不要再经历这一次，但我不知道我以后是不是不管是我人为的还是我的命运要我去接受的，我不知道。但是你回想起来我所去经历过的这些疼痛，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而不是说你不会付出或者是什么，而是比如说我的缺陷在哪里，我对于谈恋爱的这个缺陷在哪里，那我就不要去犯，因为那个疼痛我已经不能接受，我已经不能接受了。就是你就是比如说就像那个变嘴好了，我现在连变嘴我都不要，就那个黏腻的感觉我太不喜欢了。哦，对，但是这一切又是为什么，这个来源在哪儿呢？你知道我现在有时候觉得人跟人呢、啊、真的是不同的，我们往往拿自己去想象别人，但是你比如说像小迅呢、啊、我就感觉我生活里也见到有些人，要叫我说就是每个人都是个能量团啊，你觉不觉得？哎，有的人就是欲望没有那么强，有的人10点钟就困了，这就要睡觉，有的人3天3夜不睡觉，跟年龄都无关呐、啊，就年轻人都熬不过呀。那他这个能量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要是用在感情上，我的天，那就是你知道我的周围朋友圈就有些那个，我记得有个法国作家就说过，他跟一个女人的这个感情啊，使点劲儿，他得等会儿啊，来，
就是说他跟一个女人的这个感情，我觉得就是说的就是说这俩人呢闹了一辈子，就是没完没了，离了婚又在一起，离了婚又什么，最后他有一句话说，我们就是彼此之间的刀和伤口。就是其实要让我觉得，就像咱们你看有些这个艺术家，你会觉得他不消停，他就照世俗人讲，就是他强烈的爱，或者说就不能稳稳的就这么待着。嗯，就是我就觉得，你别看他身躯瘦小，他这个能量啊，能量极强。你觉得你算作吗？不算作。我觉得我不算作吧，我觉得用作来可能就是那个作的程度是什么，但是我确实不是那么稳定。对，我不是一个稳定的能量场。但是你说我不稳定吧，我又有一个基础，其实我是挺冷静的，但是我90%是这样子的。对对对。你觉得他能量比你强吗？你也挺狠的。 不一定差不多。我觉得对，就是我刚刚在想，你在说你说你觉得疼到都不行了，你过一段平和日子你会怀念的。不，你一定会。小群里我们到人数再说。我跟你讲，就这个时候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衰老限制了我的这个那个能量，就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为什么那个不要这些东西了，因为它已经微，就是说人的那种求生欲啊，就是说就是我那个东西如果再来，我估计我是那种直接就趴那儿了。但是这个能量就像我们说，我现在不可能熬两天夜，对，我再去拍戏。对对对，老战士身体不行了，这是我做不到的事儿。啊，对，我跟他相反。怎么说？我现在能熬夜边去拍戏了。对，他以前是早，我小时候跟是两，我们完全相反，我们完全反了一个格。我特别神奇，我现在不知道。对，随着你越老，你的觉会越来越少的，好吗？不是睡觉那个少，我27岁之前也不吸烟，也不喝酒的。对。他跟我一起拍戏，去我房间全是果仁，我在房间里面都是打坐那种，都不爱跟别人说话。我去找他，我说：“坤儿，你冰箱有可乐吗？”我打开冰箱，全是果仁。他们玩这隔壁，我也不去的，我特别有就是声色那种，反正就是有点就是故意避开，反正我觉得我懒得交流。我是懒的，过了到现在我也能喝酒，并且我以前也是早上起来要念经，打坐，做瑜伽，做一些热身，每持续几十年都是这样的。突然这两年我跟小勋讲，我说小勋，我来了个新的东西了。他说怎么了？我说都不做了，这种形式我不要了，我试试其他。我尝试了好长时间，晚上熬夜到两三点没事。不止两三点，你现在两三四点完了，就我在做一个观察，我在看我到底在经历什么。就我现在还在做这个阶段的观察。我早上起来我就醒来，这个完了，就以前的脑子第一个念头是，哎，今天状态不好，我要装作好。不，我现在只要说好累啊，好累又怎样，好累就这样哈，就起来了，就完全不跟你那个劲儿相反。去了现场拍戏就是累，比如这场戏脑子看那个剧本的时候应该是咔这么演的，对不起，我去了现场的时候我就是没劲儿。我觉得事实中这个劲儿能不能演到这个结果，哎，会出现很多奇怪的关系，就不一样，就挺好的。整个人体验，我就不就我就现在就我就看，就是这巧妇，他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我觉得谁管你一定要做好菜啊？就是我就有什么我就拿什么，就是接受了吗？我接受，对，是吧？和解了，对对对，哎，和解了，所以就成仙儿了这块儿。我没成仙儿，我还不行。哎，但是你比如说，所以我说啊，就说是咱们一般外人的很多问题，我就觉得呢，似乎呢在你们身上根本都不存在。你比方说，都知道小俊身边很多好朋友哈。这要是有时候你看我们组里就说，这你们好成这样，真的哎，因为我了解你们，我就觉得我不会在意。但是我也特能理解，就是外人说的，就说难道这真不在意吗？这俩人好成这样，他们必须不在意啊。
他们必须也没辙是吗？不是，我们俩都已经这么好了。不是，问题是他都看到我们是什么状况，我们才来的嘛，谁知道有没看到的呢？不是，他就是他的朋友跟我的朋友是死党，我们是从两个死党变成了四个死党，完了就我们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身边朋友几乎都是一坨。说一个很重要，就是诚实，诚实是一个。内心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你诚实，嗯，你诚实不诚实对我不重要，我感觉重要。我如果感觉你很诚实，我就交往中就特别放松。嗯，如果人内心特别敏感，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对面那个人不诚实，你那门自个儿就关上了。对对对对，你马上就很多事儿就不想说。这就叫真诚，真诚，对，就真诚。哎、真诚无敌的。真诚的好处是容忍对方的一切毛病。对对对，我有很多朋友，就过去朋友就特真诚，啊，就是那么多年，就毛病特大，毛病大到什么程度？就他到我们家玩，每回都偷东西，每回都偷，偷完以后他回家又给我打一电话说没看住我吧，今儿我家拿了你这好酒，那叫爱好行吗？对对对，他知道就是你也不能怎么着，对不对？这朋友嘛，就都能容忍，没有也没有从内心说我操，怎么拿我一东西什么都没有，嗯，就是觉得哎这能他诚实。如果他拿了他不跟你说，嗯，那让你知道了，那问题就大了，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对，拿就拿了。我还真是觉得，就说人要不说都是平等的嘛，嗯，就每个人内心都有很多面，嗯，有的时候咱就说，对你比如说你要有的朋友哈，哪怕全世界都说他不好，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嗯，你这就是朋友啊，这就好像我能谅解，啊，我能理解，对，是吧？那你能从他那个角度去想他干嘛这样，他或许是因为害怕，或许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或许那你做的这个决定就是不大好嘛，就是你只能跟他说你就是你就这不能这样嘛，哎，但是他还是你朋友嘛，嗯，对对啊。你觉得为什么你的朋友能维持这么长时间呢？你们的二十不老聚哦，老聚就完了是吗？不老聚，不老聚，所以维持也算是老聚了。我也没出去跟谁老聚。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觉得漂亮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觉得朋友啊，他有一种，就是他认可了之后啊，就我有些时候是看一些年轻弟弟妹妹，我只是看戏。我因为我是观察人物练习，从电影学院就学习这个，我就一直通过他的演戏。他可能演的好不好没关系，但我从他的眼神里面，我们觉得这个人可能值得教。生活里面碰一次，我就会很亲近。这就叫辨认过眼神，嗯，是朋友。他说的问题很有意思。看到周迅，不了解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嗯，也确实是啊，嗯，大家对他都有一种需要保护的。可是实际上，我了解多了，我就觉得他心里有这个保护者的一面，嗯，或者叫不叫保护者吧，就是你比如上次我就听黄觉跟我说，还是我看了黄觉写的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说这个说我就喜欢让周迅啊这个送我东西，就是上次送了个几万块钱的是吧，他就说我就喜欢，不是说我买不起啊，我就喜欢有人送我，每个人都一样。然后后来说要买个摩托车，嗯，说十几万，自行车十几万呢，啊，不是自行车十几万，是自行车五万多的自行车。我就说你为什么要买五万多的自行车？我说那你能不能买一个一万多的，然后别的去捐了？对。然后他说我不要，就是